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杜，今天要来带你认识的球员，就是只要在国际赛期间就会得到 buff 的男人高宇杰。那么在认识一位球员之前，我们现在知道他的生日。他出生于1997年7月17日的台东县。宇杰的身高184公分，体重88公斤。宇杰在小时候就有一个很完整的棒球资历，他跟欧晶和宋文华是同一届的同学，在对战德国队的时候，高宇杰在第一局就打出满贯全垒打。先来给大家看一下高宇杰小时候的样子。他心里讲说放轻松，然后继续有点就好了。那打到球，打到全垒打，你怎么觉得？那感觉怎么感想？就很兴奋。高宇杰在高中的时候进入了平镇高中就读，他在平镇高中就有下一个林鸿玉的美称。他在玉山杯的时候也拿下了最佳捕手的奖项。这边偷偷跟大家说一下，高宇杰在高中的时候偶像就是林鸿玉，被拿来跟自己偶像比较的感觉真的是超级棒的。从平镇高中毕业之后，高宇杰进入了国立体大就读。他在国立体大的时候就有着大物捕手的一个称号。宇杰在大学的时候打过 U23 亚锦赛跟哈联杯，带着大物捕手称号的他也在2018年的时候投入了职棒选秀。在选秀会的时候，中信兄弟看上了高宇杰这号人物，以第二轮第七指名的签将他选入了球队当中。在进到职业世界后，因为有鲨鱼哥林明杰跟黄金大炮黄君生卡位的关系，高宇杰迟迟没有在一军表现的机会，他只能够在二军继续磨练自己。但是在二军，宇杰就缴出撕裂对手般的表现，出赛不到几天就打出二军生涯的首轰。隔年也就是2019年，教练团终于想起了高宇杰这号人物，决定拉他升上一军来试试水温。结果没想到高宇杰不得了，刚升上一军的第一个打席就打出生涯首安，而且还是一支二垒安打，而且还上演了撞护栏接球的戏码。伯纳看到这个情况，当然会认为他意外的获得了五星级的球员，所以就让高宇杰有了更多的出赛机会。在下半季先是跟廖宇中进行搭配之后，没想到让廖宇中多次缴出优质先发的表现。伯纳当然也试着让高宇杰跟其他的投手搭配，高宇杰也就因此获得了更多的出赛机会。当然我们知道棒球的一个位置只能有一位的出赛球员，所以宇杰获得较多的出赛机会的话，也就跟着让黄君生有着休养的机会。但是这一集就像王胜伟和江坤宇的黄金交叉一样，宇杰直接霸住捕手的位置不放。一直到总冠军赛以前，高宇杰都还没有打出全垒打。我还记得那时候，我跟 YY 说，哼，高宇杰永远都不可能打得出全垒打。结果他就给我打出生涯首轰，哇 ，unbelievable！ 另外，2019年那年的总冠军赛，高宇杰首度代表中信兄弟参加台湾大赛。总冠军赛上，原本要主蹲捕手位的那个人，在我们球迷眼中看起来应该要是黄君生的。但这个人却是高宇杰，没错，高宇杰在总冠军赛上打五场比赛，光是先发就占了四场。在这时候就可以看到，高宇杰已经成为了兄弟未来期待的那号主战捕手。但是对于第一年出赛、年纪只有22岁的宇杰来说，要在台湾大赛上帮球队拿下冠军，好像显得有点吃力，还发生受伯纳的令要来执行短打的战术，但却意外的点出了三振的事件。最终只有缴出0.83的打击率，那时候刚好面临了12强。洪一中看到高宇杰有着这么好的表现，也想说要把他带进中华队。就在林黛安被张敬德取代的时候，大家就想说，哎，为什么不是换掉高宇杰啊？高宇杰这么废。结果他在十二强打出超厉害的表现，在预赛虽然说没有太多出赛的机会，但是在复赛他就打出了大惊奇。在复赛第一场面对韩国 MLB 金牌金广炫，率先打出安打，带有一分打点，让中华队先持得点。中职的新人年哦，这球打得不错哦，打得不错哦，打得不错哦，打得不错，掉下来得到了中华队的第二两人出局之后，又在对战澳洲队的时候，多次开启中华队的攻势。他在十二强的系列赛上打出了大惊奇，打出4.44、5.56、4.44的打击三围。让大家在当时都开启了一个宇杰道歉大会的活动。可惜缴出好表现的隔年，高宇杰就碰上了职棒二年级生会碰到的撞墙期，多半时间上来都是三颗球就直接下去，
让大家都直接说高宇杰好像忘记怎么打击了。一看二碰三振，在当时成为了高宇杰的代名词。宇杰在当时打击上没有表现，在守备上也没有好表现，主杀率也缴出生涯新低，打击率也是生涯新低的230。除此之外，因为在2020年的时候，高宇杰跟远洋的那位前辈一样，通常是三颗球就下去，让很多球迷都在留言区下方说高宇杰的应援曲是不是有点太强了？我个人是还蛮喜欢高宇杰的应援曲的，那个气势，如果全场一起唱的话，哇，塞口的呐！一直到2021年以后，他终于有了不一样的变化。在上半季停赛以前，虽然说高宇杰迟迟未有表现，守备也是不符合球迷的期待，但是在停赛期间，他受到了林威柱的激励。在晚上的时候，别人可能都已经在睡觉了，但是高宇杰却都还在进行挥棒练习。这也可能造就了高宇杰在复赛之后，缴出了跟复赛之前不一样的表现。这边来跟大家科普一下高宇杰很有趣的一个数据。大家知道高宇杰首支安打是从谁手中打出来的吗？歪歪同学，不知道。答案是五夺。什么？你知道高宇杰是一个非常会打五夺的人吗？他打五夺的打击率高达4.67%，而且还从五夺手中打出了一发的全垒打。这就好比了许基宏跟老皮之间的关系，中华职棒的另一对宿敌。就是五夺跟高宇杰，大家下次只要五夺先发对上高宇杰，就可以好好的期待他们两人之间的对决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我对于高宇杰的介绍。曾经被誉为抗寒斗士军的高宇杰，未来的故事还会继续怎么样下去？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期待的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我对于高宇杰的介绍。有哪里少提到，或是你觉得应该要提的，也欢迎在留言下方跟我做补充哦。喜欢我的影片也别吝啬帮我点个喜欢，如果可以欢迎按下订阅以及分享。我是阿都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在晚上的时候，别人可能都在睡觉。三分踢住点，七分靠怕边。但是到了2021年之后，他开始有不一样的变化。上半季虽然说，这也可能造就了在复赛之后，高宇杰有着跟复赛。我一直想讲上半季，当然看到这般表现的教练团伯纳，他就让高宇杰在下半季的时候，慢慢的有了先发出赛的机会。先是跟高宇中进，高宇中是谁？廖宇中。高宇中是谁？